还有一个问题，医学上很多有过濒死体验的人都声称看到过时光隧道，请问这个时光隧道是人间和地府连接的通道吗？是啊，时光隧道嘛就是的呀，时光隧道就是你的魂魄走的地方呀。嗯，那这个通道是黄泉路吗，师傅？对呀，黄泉路往还要往里边走呢。啊，还要走得更厉害呢，听得懂吗？时光隧道。 再往下走，你就看到很多东西了。嗯嗯，你就会知道很多东西了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你没去过，但是时光隧道在开始的时候是暗的，等到你已经到了黄泉路的话，你已经能够看到点东西了。